true.会心一些机。OK， 过来过来，阿才亮，这是什么棉来着？保温材料，保温棉啊，保温棉，这个也是保温棉用的空调里面的。这个是软木，这个是鞋底材料，这个就是普通的海绵，然后这个是木匠棉，这个是蜂窝纸板。这个是 EVA， 嗯 ，OK， 站在这个地方就先，来的，不要按了啊，其他的按钮不要按。先放在这个地下这个地方。再一样一样的拿给我一下。先切那些材料吧，第一个，这个的话启动刀带，那么这个是磨刀砂轮，然后这个是磨刀，这个是磨刀，这个是钢板，Thank you.
这两个可以洗脚。洗脚的。这个就不浪费了。EVA。下来了，切的材料就是这边。OK， 是不是在录制？嗯。快打了。